见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大理东寨这边的小村落，超级漂亮，看全是古老的木头房。我们的团队是来这边拍纪录片的，拍56个民族，这边的村民都是侗族，这边就拍侗族啊。然后我带你们去探索一下。你每天早上都吃这个吗？嗯。好吃吗？你吃了没？还没吃，晚一点吃。晚一点吃？晚一点，对对对。我现在这边来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很多人家都开了民宿。哎哎，我弹二零二，好香啊！这木头香味哈。然后他们也做他们的春秋宫传统的织布，然后就卖给游客们。这样，这样可爱了。这是什么袋子的。哦，都是。山洞衣服好漂亮。嗯，谢谢。你买那一件好多钱？这个120。啊。这个50，五十。对，裤子也有。对。对。昨天才。要买袋子。哦。买袋子这样。这多少钱？哎。这多少钱？一根才80块钱。80，这就在这里做的吗？就这一样吗？这啊，哇，就在这里做然后卖吗？哇，那好的，那80好的。如果是自己做，你卖吧，你一个要一根可好吗？一个人家要一根啊。好的，能不能那个干一些？干你这是怎么做的？哦。嗯，哇哦！你这个布也是你们自己认识的吗？我看你这个手是吧？手，这个都是蓝色。都是广州蓝靛，就是染之前签，就是签的字。是你们自己认的吗？这个剃不脱了。哦，看一下。剃不得了。洗不了吗？洗不去了。哦这苗来不苗来，那不老啊？这哪里老的漂亮、啊哎？这个要搓多长时间？两三天搓一个 哦，好辛苦。你要没？啊，我来一个，我买一个。跟人家照顾人家去。对，照顾人家啊，没问题。嗯、你帮我选一个好看的，这是什么花吗？或者、嗯、哦？这个要这个，你甭看嘛。那我拿一个这个吧。哎，买这个。那80是吧？有微信吗？我没有微信。微信吗？跟那里找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。那你拿一个，我来，我去买一个。这年龄，你二了，这年二年，两年打着那张。好。啊，付完了。这边每个村民都有一块地，在那边种水稻，然后到秋天就割麦子了。侗族他们传统服装、美食、舞蹈和歌曲都非常有意义。等我们这个片子
拍完了剪完了一会的一会在这里发布，所以记得点关注。然后我先要走了啊，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，拜拜。一样。